那个人去了也没有去，就是那个人会有一些，就是有一种大创伤去。现在想再一点，搞笑搞笑。各位朋友，所以啊，祝大家平安。
啊，你迄个猫叫做饮食的代志，可以请我安排去，然后一家来家来做做。啊，咱真欢迎咱第一次来参加这台兄弟，咱的中间啊，有林青天林青天兄弟，大家喜欢的是，我来讲介绍一下哦。我姓林，叫晴天，晴天刚的晴天。其实我应该是十几年前哦，刚刚就那里面坐啊来行动教会哦。迄阵时刚刚一个叫做林泽夫，兄弟哦，我也印象是安尼啦。啊，这边来吼，高一点哦。我实在是真感慨，今天嘛，你信任嘛，因为我是23年前，我真感动吼，我听着信心在甲我讲，叫我去义工教会。23年前，我的人生哦做一个大变化，我是一个正义观，我坐，我从挂号变做中山洞。坐十年了，本来是一条死刑，并无期，还过真过去。但是我45岁时，阮太太伊伫咧北京区个教会，吼，罗永的教会，伊替我祈祷，讲我会当行去教会。我去南京东路礼拜堂的时阵，我听着信息，然后叫我去义工教会。我去义工教会，无变做寺庙，无变做教，无变做佛堂，也无变做。纪念馆、博物馆，伊做是教会。哦，我读册读45年哦，唔敢一件代志。总是我去到教会，我听到普贤德啊，牧师哦讲啊，迄阵是李信宏长老哦，啊，就是讲个田妈妈哦。哦，我义工教会，我个人生完全拢变化。政府名，我23年前就实在啊吼，佮较早以前实在，阮伫台湾来就实在。总是义工教会，到咱教会，我也是亲自大转过吼。我尤其今日，我感觉一个教会有个精神啊，我常常咧甲人讲，我人生的转变。我感觉我去到地就是我拼出去。我是个，我是个干啥？我拜我拄着郑国忠啊，哦，伊个讲伊个情景个，哦，我今仔日泡到出去呢，哦，促进啥物？好啦，刚刚我是来应邀几个住，我去14年来吼，我爸爸、我妈妈拢是1948年对大陆泉州来台湾。啊，40年了，我爸爸都等于泉州雇佣。啊，14年前，我爸爸调去泉州调工，我就放他所有代志去。我真感觉我唔是，我顶头死就对了。咱人是，咱人我袂会当操心去。我见过足济人，但是我迄天听着结果是，田爸爸2003年。6月7日去讲哦，这是科学部来实习的啊。啊，迄田爸爸讲了，科学部讲，你做我是要创啥？哦，我迄天伫咧乡里讲咧，我感觉不做会烧台安尼。哦，今后人做我是做啥？你记得当个创啥？当个爱对迄个创造万亿的诶上帝啊，得到咱真正信任。哦，我今日足感谢各位啊。给公平，好，谢谢。好，今天是小张跟了这个韩来导演，啊，这是第一个拜我，作为一个荣耀，你讲你讲出来，啊，今天小张即将讲到，又将来的高难度，说起今天真感谢李信明团队，啊，来跟咱小张合作，啊，目前是众人情感受，很真感谢。英雄的就是推断他连那种心胸，所以对所有的代表性
传达上帝的信息啊，真优秀的，很感恩，好赞，啊，谢谢。啊，咱第三件事情就是说，啊，就是嗯，团结一团结啊，一定要好，团结团结。有什么代志，咱就讲，咱代志如何联络，啊，都忘了。这大家都，我讲，啊，这条件应该也好上领导。啊，第四点就是咱。您上线，我们上线也是大概是是做一下，啊，大概现在用那一种，过来拜下老天公，也是天津会的，安徽新的，进行我们这些会，下面做一做，做，往出来看，我们发下。宋慧欣现期预告控制室公平经历经手要发动下来才会有你举手那边听啊你心里的主持人应该是会享受本人的上帝，予你对神充满各样的欢喜平安，予你伫主耶稣的内面，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恩满。阿门。下面，咱这次大家变装哦，不过咱没有时间，咱要保证咱那个的。